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就这个，哎呀，我都失望差一点点，这啥的？哎，那个，算了，这我不想玩了。我在这夹的钱都够我在网上买一堆同款了。嗯，就是。那这个真的好可爱啊，好想要的。咱买10个，我就要这个颜色。 我还确认了眼神，哎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，他好帅啊！想要哪个？不是有一个了吗？这个戴帽子不吧，不一样。那个兔子很难夹的。对啊，我们站了半天都没有夹到，就是太难了。我的天啊，这太厉害了吧！我们夹了。 好可爱，这个娃娃。中间那个。是吗？没事。小胖脸，好好以前在游乐园被各种夹娃娃机坑时，我就在想。 等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能干的男朋友，就回来把他们全部都夹得倒闭。你做到了，是吗？有一个能干的男朋友，哪家游乐场去买票？我去把他们弄倒闭。东京迪士尼乐园。哎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呀？嗯，刚才下面那家冰淇淋店还不错。午饭吃什么冰淇淋啊？午饭为什么不可以吃冰淇淋啊？3岁小孩啊！在你心里，难道我不是3岁小孩吗？你要永远爱我、宠我，不许欺骗我。你们去那边，那我们这边啦。去那边了啊！ 哦，我们一起，下次见。你要急，一会儿电影院去。走了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哦，没什么，走吧。你刚刚怎么没去电影院等我？你刚才跑什么？我刚刚是在寿司店门口看见咱们家粉丝了，我才甩开你的手的。哦。 你干嘛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买口罩做什么呀？体贴你，我见不得人。陆思成，说话呀！到底怎么了？因为长得丑，不配抛头露面。陆思成。 你别生气了，我刚刚不是那意思。干嘛？好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能不能放过我？刚才粉丝在那儿看见咱俩手拉手逛大街，像话吗？还记得我给你看那些粉丝的评论吗？人家不接受你有女朋友，不接受。我又不在乎。把口罩还我。 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我不是怕他们像对陈金阳那样对我，也不是怕他们说我不好好打职业，只知道勾搭他们男神。我只知道，自从你打职业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人说过你哪里不好，哪怕是专门喷人的竞圈养殖场也没有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喷你的突破口。